怎么办才好？我竟然想你想到睡不着，只好起了个大早，泡杯咖啡赶走爱的过劳。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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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你常在耳边这样唱着无聊的歌，这样的你，我每天都想见到。你的幽默是我心灵解药，你的笑话让我不要不要，只有你能让我瞬间发烧，只要抱抱十分钟就好。你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你的钱包就是我的钱包，只有你能让我变成小猫，我标准很高，只对你傲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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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搁是一个同款的日子，零准时间拢无咧行。早接到朋友的电话，伊讲今年要生囡仔，原来只有我拢无啥物变化，规工摕着吉他写着歌，爱拼才会赢，我嘛真认真，若是无成功，我是要安怎？歹势啦，歹势啦，我的青春，我毋是刁工来甲你浪费。歹势啦，歹势啦，我的爸母想要抱孙，爱搁等我几年。成功嘛不是一两天的代志，若是无出头天，我会好好啊赚钱。歹势啦，歹势啦，哦哦，歹势啦，歹势啦，若是无出头天。谢谢，这是你今天唱的最沉重的一首歌了。对，这就是代表我真正内心比较灰的那一块。不会不会不会， 有一天多年后你再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就变好励志哦。有道理哦、嗯、但现在听起来就是这，虽然就是我觉得人最害怕就是用轻声细语说一些心里头千头万绪过不去的那种、嗯、想哭吗？刚刚有一点心酸酸的，然后你刚刚明明就唱的好像让大家、哎、好清新哦，但是就是越清新，然后让那个刺激到的那个越强烈，嗯，然后那个声音就是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明亮的就出现在自己的脑袋里。我相信没有啦，就是人在奋斗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类似的心情，那某种状态那就是一种坚持，嗯，但这首歌超励志的哎。
我其实就喜欢写淡淡的哀伤的歌，对，就是、太哀伤了，你必须要带我先走出浓浓的哀伤，太浓太浓，你不行，你赶快唱歌，不然这个过不去，这样太惨了，快点快点，好，不然唱舒服的，好舒服舒服舒服的，对对，刚刚那个情绪要赶快离开一下。哎，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做《懒懒散散的待在家》。好 ，OK，OK，OK，、okay, okay, okay, 好，快点，快点，快点。夜色黄黄，傍晚渐凉，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简单，做着困难，我。没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让我今天什么、啊、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出门不用洗头发，省的是明天再说吧，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邋不邋遢，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喝酒也不说八卦，懒懒散散的待在家，省的是明天再说吧，想说话，今天不想说话，今天不想说话，今天不想说话。点亮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